谁呀？啊，那个，就是今天衣服的事儿，谢谢你了。啊，没事没事，咱那楼上邻居没事。哦，我给你买的水，不知道你喝什么。啊，不用，你拿回去喝吧，这小事儿。你拿着吧，满满的拿着。啊，谢谢。那个这么晚了，打扰你了。啊，没事，不打扰。不是咋了？你还有别的事情？哦，我家门锁坏了，然后刚才找维修，我外边蚊子太多了，我能进去待一会儿吗？哦，哦，马上到了，马上，他马上能来。啊，那行，那你进来吧。啊，谢谢。行，我给你拿个拖鞋。哎，别夹你头发。那你就坐这儿吧。我给你这手上也有点乱，没关系的。那个这个口香糖你要吃你自己拿就行。完，然后那个开门那个、是厨房，旁边是卫生间，你要是想去你到时候你可以去。你刚才在看电视吗，哥？啊，是我刚才才看。啊，哥，你叫什么呀？啊，你叫我大远就行。哦，你叫我小韩就行。啊，行。这是鬼片吗？啊，对，这是鬼片。你还怕不害怕？我那个换一个。啊，没事没事，我喜欢看，就是我自己在家的时候。我自己在家的时候会不太敢看。嗯，我自己在家不敢看，啊，没人陪我。啊，那要换一个吗？啊，不用，咱们看吧。啊，行。嗯，那个我害怕的时候抓点东西就是有安全感。啊，介意吗？啊，没事没事，那你拽吧。啊！哎呦，你电话响了。啊？你电话响了。行，今天那个谢谢你的水啊。啊，没事。啊，你没事，你拖鞋放那就行，到时候我放了。嗯，好。那个啊，先走了。啊，行。先谢谢你了。啊，没事，那拜拜。那个这两天感冒的比较多，你记得吃药。啊，行，谢谢你。啊，行，没事，拜拜。